華為 Nova 2 Lite。 這部手機華為要做到用戶可以完全用直覺最便利的方法去到操作這部手機。它有 2.5D 的 18:9 屏幕比例，同時360度的指紋辨識，以及快到 0.3 秒就可以完成辨識的過程。需要360度的指紋辨識，就是確保用戶用任何的手勢揸手機的時候，都可以用直覺直接使用指模來解鎖。